今日是我们最后一次以兄弟相称。 从明日起，本王是君，你是臣。纪元，我虽看不惯以前你那副伪善的样子，但现在，你为了袒护这个作恶多端的女人，而不顾一切的样子。 更加令人失望。哼，失望？那又怎样？过去本王处处对你忍让，一心希望我们兄弟能够和睦相处，而你却处处紧逼，将本王的善意介于足下。如今。 本王不愿再忍让，保护自己的母亲，有何过错？保护你的母亲？那父皇呢？他可是天下的君王，原本他已准备退位，将王位传给你。 你为何连这短短的几日都等不了？父皇既然已经决定退位，那早了几日又有何妨？纪元，希望你不要后悔今日的所作之事。